16年後的香港，好像我講的老人家，每五個人之中就有一個超過60歲。當時我哋啲男人預期嘅壽命有78歲，而我哋女人就有83歲。香港嘅人口老化嘅問題好嚴重。人口老化是世界的趋势，在16年后，香港60岁以上的人口呢将会达到160万，是增加60%的。长命当然是好事，假如这个社会是有好好的准备的话，否则好事亦都会变成坏事，令到社会呢有很多问题呢都会滚滚而来的。記得咗自己老孫啦，嗱，你睇幾靚。如果唔玩運動，我諗我死鬼咗，不過兩個病都好慘。65歲嘅梁慧珍，外表睇起上嚟身壯力健，好難想像佢百病纏身。退咗休啊，嗰陣時病得好慘，最慘就依啲類風濕啦，隻眼睇唔到，一低隻睇到你哋啦，心臟跳得慢啦。帕金遜病啦，咁仲有又話膽管脹啦，我又做過4次手術咧，周圍割過啦。體弱多病，令梁慧珍晚年生活過得戰戰兢兢。買咗10蚊魚、4蚊菜，都係揀平嘢食啊，貴都係唔食噶啦。因為留翻嚟睇病啊，大家利是講一句，一毫子收入都冇，又冇生果金，又冇綜援，即係直情係食緊以前退休落嚟嗰啲谷種啊。谷種啊！丈夫死咗20年，又冇積蓄剩低，靠自己一對手咯。打工打咗39年，4年前梁慧珍因為工廠北移而被迫退休，只係攞咗20000多蚊退休金。我一聽到話要失業咧，一個月咧未食過一餐飽飯，瞓唔著啊，直情好失落啊！好似我哋呢啲咁嘅無兒無女啊，冇寄託先啦，獨居冇入息啦。咁對一個老人唔知何去何從噃。梁慧珍因為病魔折騰，甚至曾經自殺。呢啲關節咧，咁揸唔到，咁跌跌出嚟，要咁樣食，咁樣。嗰次唔想做人啦，咁樣。咁樣好似只狗咁，你做人有乜意義啊？等住儲埋啲藥，一仲驚我幾十粒安眠藥唔夠，仲整埋隔安眠嗰次實死嘅，一食冇得救啊，死噶！由於得到朋友嘅關心，令佢打消自殺嘅念頭，佢體驗到一個獨居老人最需要嘅係乜嘢。睇乜嘢啊？慢慢啊，慢慢，慢慢啊！阿東嚟，社會上咧，呢啲獨居嘅老人咧，佢有一個愛心係最緊要嘅。咁你政府唔係話我俾間屋佢住嗱，我又俾綜援佢，咁已經好優惠噶啦。佢安享晚年又未必。老實講一句啊，人唔同其他嘢，人咧雖然我哋咁老，我哋咁窮，我哋都有我哋。自己的自尊啊！一直以嚟，香港从来冇实行任何退休保障计划。今日不少老年人朝不保夕，是过去政府冇规划的恶果。尤其是女性，由于一般比男性长寿5年，再加上整体人类寿命延长。所以当丈夫过了身，失去经济支柱，坎坷的晚年岁月更加长。5点钟起身煮早餐，
俾個先生食咗翻工。六點半到咧就叫我啲小朋友起身翻學啦，食早餐。就以黎慧兰呢个全职家庭主妇为例，二三十年后，佢嘅晚年好有可能冇保障。黎慧兰而家除咗照顾五个仔女之外，仲要照顾九十岁嘅爸爸。通常人哋觉得咧，就会觉得家庭主妇唔系一种职业啦，同埋冇人工啊咁样，咁所以佢哋觉得佢哋嗰個工作係好卑微啊，唔受重視咁咯。呢個咧，呢個似乜嘢？呢個啊，似老鼠。哇，好難畫嘅咩？係啊，好難畫，不過慢慢啦。好似黎慧兰咁嘅全职家庭主妇有74万人。由于家庭主妇并唔当系一种职业，喺年底实施嘅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并冇包括佢哋在内。我谂家庭主妇系会蒙受呢个双重嘅剥削嘅。佢哋喺年轻嘅时候，佢哋嘅工作系冇薪酬啦，佢哋冇入息啦，到退休嗰时佢亦都系冇退休金嘅保障。咁佢就要依賴一係仔女啦，一係佢個配偶。咁但係如果佢配偶係早喪或者係離咗婚，將來佢哋年老嘅時候係完全係冇一個佢哋自己可以享有嘅保障嘅。男女有別，但係香港從來冇從性別角度去考慮男女不同嘅需要。年底實行嘅強積金就係最佳嘅例子。中大的张妙清教授认为香港有必要从性别角度来厘定安老和退休政策。未来老年人的男女的差距是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看回妇女一半的人口面临到去退休之后是没有一个足够的保障。这个其实是整个香港社会要面对的问题，而不只是妇女要面对的问题。香港人口日趋老化，女性被视为家庭的照顾者，不但要照顾下一代，还要照顾上一代的老人。但是偏偏自己晚年最没着落。我92岁，我个仔70岁又多了。我唔见佢面，我又打电话去揾佢咯。叫啲姑娘同我揾个仔咯。92岁高龄嘅卢婆婆，一个人独自住喺公屋，由于行动唔方便，佢唯一一个仔广叔就日日上嚟照顾佢。妈，朝头早嚟到咧就买咗餸咧，有碗啊，同我洗咗啲碗佢啦。或者佢拖落粥咧，就同佢斋嚿鱼落个粥嗰度咯。有翻咁上下年纪嘅广叔，有高血压，又有痛风症，最近仲发现患上初期帕金逊。广叔体弱多病，照顾妈妈，自己都感到好吃力。不过唔好听咧，我实翻嚟咧就惊佢咧就，我唔喺度咧，佢喺度啊惊啊，我都唔敢想。想象啊，我都呢个。人类寿命增加，长者照顾长者，无可避免成为社会趋势。长寿昔日被视为福气，现今就被视为家人、社会嘅负担、压力。霞姐是广叔的女儿，他们一家三代可以反映到香港退休保障的演变。我妈那一代那些搵那些钱跟那个通胀挂钩不到的，所谓无奈都要敌政府啦。我老豆即是退休那时是拿得那10000多元，因为他那代就轻生仔女多，所以就吃仔女了。就到了我这代呢，就那个公积金是有了。目前霞姐每个月薪水6500元，
若果65岁退休，强积金供款21年，以有1%至5%嘅回报率计算。假设霞姐将退休金分14年用，每个月只可以用约莫1000至1700元。我嫲而家攞个公援系2500元嘅，但系点解我到我退休嗰阵时，20年后个退咗嗰个公积金净系得个1700元？我想问政府，即系嗌我哋个1700元，我哋点用啊？争论咗20-30年嘅退休保障制度，最后我哋实行强积金计划，但系仍然未能为低下阶层提供足够嘅退休保障，令未来20-30年后嘅老人无奈继续成为政府嘅负担。老同唔老系唔可以单单睇岁数，仲要睇健康情况噶。医学昌明，人越嚟越长命，60岁亦都可以好健康。未来嘅长者可以分成为两批，一批系啱啱退咗休、有健康有活力嘅后生长者，而另外就系一啲年纪大嘅、有好多病痛嘅高龄长者，佢哋系需要好多社会嘅资源。面对未来呢个两极化嘅局面，安老服务系需要好有前瞻性，又先可以能够应付未来人口老化嘅情况噶。你中唔中意入老人院啊？即系迟啲入老啊！啊，迟啲冇位喎、啊。90岁嘅李伯，由于年事日高，女儿黎慧兰2年半前同爸爸申请入住资助护理安老院，但系到最近先至轮到有位，7月可以入住。我覺得政府俾嗰個支援咧唔足夠喎，又尤其就咁好簡單講話，等申請入護理安老院咧已經等咗咁耐啦，因為未必老人家可以等得到啦。好似李伯咁申請入護理安老院嘅長者有17000人，平均輪候時間要等2年半，可以見到安老服務未能追上老人人口急速增長嘅需求。1997年，特区政府成立安老事务委员会，就安老政策提供意见，但系就冇就未来人口老化作出前瞻性嘅规划。好可惜咧，就喺2002年而家开始嘅时候咧，政府都仲系未定得到呢一方面嘅规划同埋图像出嚟。如果继续呢个情况落去系咁样嘅时候咧，我会睇到咧就系、是、长者嘅服务咧就只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哋啱成立嘅时候，如果我哋淨係講啲太長遠嘅嘢咧，我相信可能滿足唔到啊嗰啲長者嗰個期望。咁所以我哋啊頭嗰2年多咧，我哋比較側重於喺加強改善服務。但係肯定今後嘅日子裏邊咧，我哋係會加強翻話喺嗰個長遠嗰個規劃方面。呢一度係葵涌新入伙嘅長者公屋。雖然是專門為老人設計，但是很多方面都沒有考慮到老人的需要。本身的設計呢，我們覺得是有多少問題。它有一個掩門，有一個本洗澡的地方已經很小了，加上這個掩門，掩門下面有一條門腳，那些老人家就容易就會卡到。長期以來，香港的安老服務都放在衛生福利局之下，老人服務成為福利事務。港大老人研究中心主任齐伊教授认为，虽然安老事务委员会包括埋其他政府部门，但系仍然未能跳出老人只系福利事务嘅框框。目前咧，大多数嘅政府部门咧，除咗当然卫生福利局啦，其他嘅部门咧就系冇将老人嘅服务咧系摆落佢哋自己个政策入边嘅。咁呢个道出嘅後果咧，就係好明顯，就係話咧，就即係老人家，譬如話喺就業方面嘅需要啊，或者教育方面嘅需要咧，係達唔到嘅。你撳實啲嘢先好行喎。係。呢一日，
家务助理来到老婆婆屋企清洁。家务助理除了帮手清洁，还有送饭服务。近年来，政府着力改善老人家居和社区支援服务，原因是政府的安老政策有方向上的改变，就是鼓励长者尽量继续留在自己的屋企，被家人照顾。我哋系律敦治医院嘅老人科嚟啊！帮你做一啲检查好嘛？好，你想帮忙我？你系咪想行翻啊？我想行翻，帮忙下你哋。伸直个手先。老人家需要医疗服务。呢队医管局老人评估小组今日就嚟到私人护理安老院，帮老人家检查身体。我哋实际上咧，系好想咧老人家能够系留翻喺佢自己本身嘅地方入边生活嘅，就唔希望佢哋咧由医院去到老人院啊咁走嚟走去。我哋好希望，因为藉此呢个评估小组咧，能够减低咗老人家咧用医院嘅情况啦。目前呢一类外展老人评估小组有11队。他哋正計劃推廣服務範圍。我哋好希望咧，老人家啲能夠翻到屋企嗰啲咧，都得到呢個服務嘅。咁所以就試過做一個實驗咧，睇下我哋用啲專科嘅護士咧跟進翻老人家，咁發覺到咧，我哋差唔多可以減到4至5成嘅入院次數。我哋希望咧將呢個計劃咧擴展到去更大嘅範圍。供養父母，子女責無旁貸。長者由家人照顧亦是最理想的，但是人口老化一定增加了社會負擔。當政府大嘆吃不消之餘，似乎未有好好運用另一批後生長者這一股灰色力量。黃子森是老人中心的活躍分子，雖然上了年紀，但是就對社會歧視老人憤憤不平。真的不憤怒，我真係曾經想做嘢。第一批審問政體咧，就唔冇可能啦，因為佢話我過咗60歲。66歲嘅黃子森做咗製醫30多年，10多年前因為工廠北移失業，過咗60歲就更加揾工無望。唔係唔好做唔到，而係唔俾我做，咁我唯要攞公援咯，冇辦法啦。問難道真係點啊？係嘛？你如果啲谷種食曬啦，咁你依家一定係攞公援噶啦，係低條攞要走嘅。不是老有所為，是老有所命所靠。自嘲的口吻正正反映長者被迫退休，無奈要依賴政府的心情。香港一向沒有法定的退休年齡，香港人通常在60至65歲退休，目前100萬個長者當中只有10%有工作。將來老人比例高了，人口裡面有生產力的比例自然小了，對香港經濟有很大的影響。未來的這40年之內，平均每年因為人口老化的問題，香港的人均 GDP 會因而就損失大約1/3%。我們千萬不要看少這1/3%，即是每年都1/3%，積累起上來幾十年，加上對香港的總體的生產那個損失都相當厲害的。60歲咁上下退休，喂，仲一劫嘅喎，可以用我哋嘅喎，就係用唔利用得曬嘅喎。點解唔利用嗰啲剩低嘅資源咧？譬如等而家你所謂環保廢紙，你用一翻啦。咁啊，人唔係咁廢係嘛？快啲攞米啦，咪走咗雞毛㗎啦！耶，鬧埋曬女啦，幾街？大家合作快啲嚇，掹出嚟啊！你哋攞個月數掹咗嚇。我退咗休出嚟，本來我心咧仲想去做嘢嘅，但係嗰陣時已經都冇人請啦。梁慧珍而家係4個老人團體嘅義工，時間表排到密密麻麻，做義工做都忙過翻工。你好嘛，梗係入嚟坐啦。嗱，通心粉咪啱啦，早餐。啊，總學，我哋兩個嚟探你，開唔開心啊？啊，開心啊，有人嚟探。其實老人家咧，唔係話好恨佢嗰隻種，雖然攞綜援佢都買得起啦，但係主要原因咧，佢有人關懷佢。4年零3個月嘢做義工做足噃，未停過喎。
啊，咁我係咪負累你個政府咧？唔係啊嘛，係咪先？步伐急促嘅社會，老人俾人嘅印象係屬於過去衰弱、需要支援嘅一群。當我哋大嘆人口老化對社會資源造成壓力之餘，我哋並冇好好利用長者嘅力量，反而歧視長者，忽略老人貢獻。有冇諗過自己都有老嘅一日呢？幾十年後嘅長者，無論喺健康或者教育水平，都會比而家嘅老人好得多。相信呢班未來嘅長者將會形成一股灰色嘅力量，懂得向政府提出具體的要求。到時政府如果對人口老化仍然未能夠作出一個前瞻性的規劃，相信面臨的壓力將會更大。人生